所有世间的元素，地水火风的元素，包括法的力量，通通融入在你身上哦。所以他们对这些老和尚最大的供养，就是帮他修这种看得见的长寿法。那藏传的长寿法是用那些多玛折得很漂亮，然后一些饼干啊，这个我们还想说，这个可能不够力吧？那事实上说，他们是菩提心的力量大意。那南传佛教是那些这些摆在地上跟旁边的黄金珠宝的力量大于法的力量，但是我认为无论如何，各位一定要相信，一定要相信啊！你有机会带着你爸爸去修长寿法，带着妈妈去修长寿法啊！还有一种叫除障法，泰国也有，藏传佛教更有，我已经做了好几次了。一定要我一件旧衣服，旧衣服包括眼镜，我用的手机旧的都要放在那边，做一个假的海涛这样啊，三天三夜帮我供万灯供万水，然后力度母除障，最后把这些东西倒到河里面，然后呢做大布施给这些冤亲债主，这样呢就可以消除生命的障碍。各位要有福报啊！那位喇嘛修我说，古时候皇帝才有啊，因为要花很多钱呢、啊。所以各位，下回如果你要办，你也准备一点钱哦。我带你去尼泊尔不丹，让你做做皇帝啊。但是他就一方面除障，二方面帮你增寿，就是这样。但是这些仪轨都很圆满，他们捏我有翻中文来看，非常圆满。好，但是话讲回来，不是为自己啊，我们这些法都应该学啊，能够帮助别人啊，能够利益众生。所以我刚刚讲了，我们一个动机，每一次当你有一个念头，我想再多的东西，再多的仪轨，最大的力量来自于信心跟菩提心或悲心。你相信我现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叫长寿佛，除了消业障断烦恼，可以得到无量寿，将来可以往生净土，无量光无量寿，那我用这样的悲心。所以各位，你平常要累积资粮，我们供花供水果，像前面这些啊，你最好每天在家里都要供花供水果，为了因行菩萨道，你所做的要回向，回向以后这个资粮直至你成佛，都只要你不离菩提心，它等比增在增长。所以我们昨天做的，我们前天做的，各位你要一直观想，我们昨天做什么啊？昨天大家哇拜了地藏经啊，早上呢我们受了菩萨戒啊，之前呢慈悲三昧水忏，再来呢八关斋戒五戒，然后呢短期出家戒，天天烟供，天天放生，看过蛇，看过乌龟，看过鱼，我们烟供已经做到隔壁乡村都知道了啊，警察还没有来了啊，但是现在已经，所以这两天做将龙神一炉大的放在树下，希望阿弥陀佛加持，风往河边吹吧啊，隔壁从来没有得到这么大的加持那么久了啊！但是各位，你要把这些功德汇集好，变成一个嗡啊吽，一定要记住啊！像我是每天晚上背一遍，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我做了什么，因为我从小被养成的习惯，念一下一日三善，我永远要讲给别人听。我的老师在我十岁的时候要求我们每天做三件善事，而且要背下来啊，一个礼拜以后再背一次，不要光背课本，想要考第一名要背你所做的善事，那你一年就可以做很多的善事。然后现在又懂得回向，这些善事回向以后，就算你不用背，它都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所杀死的一只老鼠鱼的恶业，如轮子一样的影子永远跟着你。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善业，特别我们用菩提心要回向给众生，那遍法界虚空都是这个善业的能量，叫卫星频道永远跟着你。所以各位要做一个正能量的人，好不好啊？不要有负能量在你身上。
所以你走到哪里，就把这个正能量、这个光、这个善根布施给对方，看到你的人就得到了一种加持，得到一个欢喜啊。所以你要默默的帮助。所以各位现在受了菩萨戒，一直维持好。你跟人家坐同一个车，坐同一部飞机，坐同一部火车，你走到那个地区，就像一天所包关斋戒的人，那整个地方无灾难、无魔障，何况你是发菩提心，而且累积了这么多的功德。所以你只要看到一张相片，听到某一件事情，你就嗡啊吽，愿诸佛菩萨的圆满身口意，愿自己所修的圆满身口意的各种资粮融入给对方。嗡啊吽，至少念三遍，把佛菩萨的身口意，把你自己的身口意功德融入到对方的身口意。嗡啊吽，这个是佛陀教给一个国王的方法。这个国王还没有做国王之前杀人强奸，做了国王他才听到佛法后悔了，来私底下来找佛陀说，佛，像我这种人怎么办？那我又不能丢下国家不管。那佛陀说，没关系，你只要拿一条念珠，然后每天念嗡阿哄，就净化你的身口意，而且呢，看到你的百姓也一直给他们念嗡阿哄，然后呢，让他们也净化他们的身口意。那是佛陀是站在解脱道这样净化。那站在菩萨道，那我们又可以融入我们的功德给对方，也祈请诸佛菩萨加持对方。所以念一下嗡阿哄，嗡阿哄，嗡阿哄啊。所以像我已经习惯了嗡阿哄，嗡嘛呢呗咪哄，先融入，希望他脱离六道轮回往生净土，再加一个细字嗡嘛呢呗咪哄是啊。那各位也可以嗡阿哄阿弥陀佛啊，以后人家叫你，你叫什么名字？嗡阿哄，先加持你，再跟你讲我的名字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能量善根布施给对方。但是各位你要知道，越布施给对方，你的能量越圆满啊，越开发你的佛性啊，越能够找正的空性。我们活着是为了所有众生，这就是菩提心。活的一点都没有自己，叫空性。活的是为了所有众生，所以我要去亲近所有众生，了解所有众生，帮助所有众生，成为永恒的生命。这个叫是空性跟大悲不退转。所以往生净土也是为了众生。各位，你要发菩提心往生净土，你就可以上品往生，可以早得回向娑婆，来继续以这个空性大悲心来帮助众生。哪一天你资粮圆满了，念一下福德资粮、智慧资粮，所以慈悲心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然后呢，以悲心为动机禅定般若，你圆满这两个资粮，你就成佛了。成佛以后，你成为一个像阿弥陀佛一样，你有你广大的净土来摄受有缘的众生。那个时候，你从你心间化出无量无边你的化身，就像莲花生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所以呢，地藏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甚至呢，药师佛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所以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当然，每一尊佛菩萨啊，都是有这样的圆满，然后呢，再化现成人啊，化现成凡夫啊，去帮助各种。文殊菩萨化现多少是猪，多少次的乞丐，因为他要让人家升起一个布施的心态，从布施去契入空性。那我想每一个佛都如此。那各位，你要一直去思维这个问题，思维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思想一直保持在这种广大的、伟大的啊。所以这个叫法，这个叫菩提心，将来帮助众生。那今天下午我们要做大慈悲，叫大蒙山施食。那这个大蒙山施食，它的缘起在我们中国，是因为东汉明帝是吧，做梦，梦到西主西方有个金人到他面前，他就问懂得观察的国师，国师跟他说，哎呀，听说西方有个圣人释迦牟尼佛成佛了
啊，然后呢，佛来跟皇帝说啊，皇帝啊，天下百姓苦啊，苍生就代表恶鬼苦啊，愿皇帝呢，为这个天下百姓苍生呢，上供诸佛，乃至呢护法善神，也希望皇帝呢能够布施给全天下这些死亡，特别战争死亡的，乃至孤魂野鬼，啊，做施食利益他们。因为这样，那这些上供下施，所谓我们现在办的水陆仪轨，就慢慢的形成了，一直到梁武帝的时代，宝智禅师又更把这个仪轨很圆满，啊，所以那个时候明朝永乐皇帝也绝对相信，所以祈请了大宝法王来到南京啊，办了这些超度大法会。因为那个时候永乐皇帝的妈妈马皇后是被烧死的，因为永乐皇帝呢篡位，那个时候呢明惠帝跑掉，跑去出家，那明惠帝要走之前呢放了一把火，但是呢结果也把马皇后给烧死了。那这个时候永乐皇帝耿耿于怀，再加上战争的过程死了很多人啊，所以要祈请大宝法王来皇宫里面超度。所以现在我们去南京那边每年还是办了超度大法会，那个殿叫毗卢殿，还叫什么忘，而且有很多的瑞像在空中，有真实的瑞像，所以有画下来啊。那这个对永乐皇帝帮助很大啊，不然他自己也造了很多的杀业。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这样啊，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那就能够经常在我们中国盛行的，一直到清朝的皇帝也是如此。所以各位到紫禁城，到雍和宫啊，特别在雍和宫看到了啊几百米的弥勒菩萨，很多庄严的圣像。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只要是利益众生的，特别大乘佛教，我们都要了解。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后新闻。呜呼！老虎磊磊的一生。老虎磊磊出生于一家动物园里，刚出生时虎头虎脑的他喜欢依偎在妈妈怀里吃奶，虎妈妈也称职地照顾着自己的孩子。哇，虎妈妈，你的宝贝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真是恭喜你啊。是啊，你看这个小家伙多可爱啊。有什么可以恭喜的？我们老虎应该生活在大森林里，而他一生下来就在这个囚笼里，我真为他的未来担心啊。虎妈妈，你们在这里有吃有喝的，难道不好吗？没有自由，被人类囚禁在这里有什么好啊？我在这里经常吃不饱，而且还会被饲养员用棒子驱打，我真不想我的孩子也重复着我的生活啊。你看，这只小老虎长得可真快啊。是啊，才几天的时间就长这么大了，再过一阵子就可以将它抱出去供游客拍照了。现在的孩子都喜欢抱着小老虎合影，这可是一个非常赚钱的活动呢。小老虎快点长大呀，长大了就可以赚钱了。虎妈妈非常担心她的宝宝有一天会被从自己身边带走，整天忧心忡忡。然而这一天很快便来到了。快松口，把小老虎交出来。嘿，这只老虎今天这是怎么了？竟然不听话了。不听话，那我们就教训教训他。还不松口是吧？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嘿，快把小老虎带走。孩子，我的孩子，还我的孩子。妈妈，妈妈。叫什么叫，烦死了。你的孩子现在可是动物园里的大明星啊，你应该高兴点儿。好可爱的小老虎啊，你们看，它简直就像一只大猫哦。我好久都没有来动物园了，看到这只小老虎真的是很新鲜又开心的。是啊，我也是很多年没来了，这次来就可以看到刚出生不久的小虎，真的是很高兴的。妈妈，我可以过去摸摸它吗？小朋友，你不只可以摸它，还可以过来和小老虎一起合个影的，大家都可以来合影的，我们收费很便宜的。妈妈，妈妈，我要和小老虎一起照相。好吧，不过它不会伤人吧？你就放心吧，它才一个月大，现在还吃奶呢，根本伤不了人。是这样啊，那小凯，我们就一起去照相吧。这只小老虎磊磊可真是个摇钱树啊。是啊，你看看它多受欢迎啊。好饿，我好饿，妈妈，我想妈妈。然而现在小老虎已经成了人们赚钱的机器，它虽然还处于婴幼期，可是每天必须在烈日下任人摆布，任人拍照，一天到晚饥肠辘辘。磊磊，我们该出去照相了。哎呀，这小家伙还发脾气了呢。哎呀，磊磊会咬人了，他长牙齿了。什么？磊磊长牙了？这可不妙，万一咬到游客那可就糟糕了。是啊，要赶快给他拔掉。这样就安全多了，走，跟我照相去。
从那以后，只要小老虎蕾蕾的牙齿长到一定时候，就又会被拔掉。没有牙齿，蕾蕾无法咬食有营养的肉类和骨头，它的胃严重发炎，口腔也一直溃烂。小老虎蕾蕾每天只能隔着笼子失神地看着外面，不时地还用舌头舔着溃烂的口腔。蕾蕾这么大了，已经不适合带出去供游客拍照了，而且她的嘴一直发炎，形象也不是很好了。是啊，听园长说正准备将它卖掉呢。卖掉？是要卖给马戏团吗？是啊，听说有一家马戏团正在和园长洽谈这件事呢。卖掉也好，反正它已经6个月大了，已经不适合拍照，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了。我这是要去哪里啊？我不想走，我的妈妈还在这里。妈妈，妈妈，宝贝，我的宝贝，你在哪里呀？小老虎，给我出来！看来我要好好调教调教你这个不听话的家伙。小家伙，以后给我乖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这只小老虎看上去不错，他的节目一定会受到观众欢迎的。是啊，不过我们得好好训练训练他，让他尽早登台表演。在马戏团里，没有人真正关心小老虎蕾蕾，他们关心的只是要快速赚钱。只要能赚到钱，他们才不会爱惜一只动物的性命。快，快跳过去！没用的东西，快给我跳过去！怎么样，他还没学会跳火圈吗？可不是嘛，真是个没用的东西。要不是怕打断他的腿，没办法表演节目，我真想狠狠揍他一顿。就是啊，要是打残了可就糟糕了。你可以饿他几天，看他还敢不敢不听话。嗯，看来只能这样了。好饿，真的好饿。挨打，不停地挨打，这就是所谓表演动物的命运。蕾蕾从未奢想过奔跑、跳跃，人们给她的空间只是一个小小的笼子而已。她悲屈地生活在人的棍棒之下，犹如一个身心交瘁的囚犯。出来，快出来！饿坏了吧？啊？想吃东西，就给我从那里跳过去。我没有一点力气了，我站都站不住了，哪里还能跳过去？我的身体好痛啊！快给我跳，否则就再让你尝尝这棍子的味道。哼，你还敢偷懒？哎，妈妈，妈妈！老虎蕾蕾的短暂一生，是痛苦、煎熬、被摧残的一生，而他一切苦难的根源全部来自于自诩为万灵之长人类的自我私欲。最终老虎蕾蕾活活累死在人类丧心病狂的贪欲之下。在这里恳请大家把动物的生命与自由还给他们。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